咖啡、妙處有分別咩？我唔食呢啲嘢嘅。五香肉丁同回鍋肉咪差唔多嘅嘢嚟嘅啫嘛，係嘛？梗係出前一丁啦，原味咯，咖喱都 OK。拜拜用個體積都細少少啊，個攬好大啊嘛。著班紋手臂啦，咁梗係紋眉翻唔到轉頭喎。哎呀，呢、這個真係難揀啊！唉，都是台灣啦，兩個人吃盧蜜雪啦，老公。我離開了 TVB 有成13年了，之後真的沒什麼看 TVB 的，大佬看 Netflix 啊，看那些 Apple TV， 看西劇咯，主要是有時吃飯呢，個餐廳開住 TVB， 或者媽咪屋企都開住咧，哇！睇到猛啊，直頭啲劇情都唔合理嘅，然後啲佈景咧，好似就嚟甩就嚟爛咁樣，啲門咧嘅嘅聲。有時喺街道都會見到 TVB 拍嘢嘅，咁我都係一個好好奇嘅人，都會睇下，咦拍緊乜咧？啊 drama 定 variety 咧？有冇啲導演啊識得咧？我就會諗起反而，哇！以前拍嘢真係好辛苦啊，又要喺個 van 仔度換衫啦，又好熱啦。又等開工啦，有時又好曬啦。有時喺街道都會撞到以前 TVB 合作過嘅人嘅。不過講真的，就算 TVB 我都唔係 make 好多 friends 咯，因為我諗始終背景啊或者諗法啊都唔係好相同。咁見到都係 high bye 嘅啫。咁多年嚟反而係同啲港姐會有聚會咯，但係都唔係好密咯，可能一兩年一次啊。咁你而家個個都生曬 B 啊，除咗我啦某幾個之外，都會出下嚟聚舊嘅。但係反而其他演員咧，基本上係冇，反而有時出 event 嗰陣時候會見到咯。啊 ，Finch 啊，陸思韻啊，陸思韻更加係港姐啦，即係見到就會傾幾句咯。但係你話深交又真係冇。我梗係見過樂小姐啦，運我喺嗰間房度簽約嗰個咪就係佢咯。就係話呢間呢個合約唔可以拎出呢個房間啲講佢咁嘅嘢，嗰個咪就係佢咯。咁佢當時係我經理人嚟噶嘛，我梗係要同佢有交流啦。但係唔見好過見咯，呢啲就啊有撞過佢啊，激死我！有一次有個大型嘅教會活動咁啊，我朋友掹咗我去，跟住咧佢就介紹我俾一位牧師認識，就係、當日嘅講者嚟嘅。哇、啊！真係好衰，我覺得人點解可以咁衰？佢話：我介紹我哋以前嘅公司嘅同事演員俾你啊！你叫咩名話？呢啲人係咪唔見好過見啦？即係我心諗，你咁大個人，你都係我上一輩啊！其實你使乜咁樣對我啫？你仲要去一個教會活動講埋咁嘅嘢？唔係聖經係教你咁樣嘅咩？